这期的话题，我们来谈谈牡丹的养护。上期的视频是有关于芍药的垂头以及倒伏的预防。视频播出后受到很大的反响，附近的一些种植朋友们纷纷来到我家参观我的芍药。一些朋友惊奇的发现，我的牡丹种在衰位的旁边，周围没有任何遮挡寒风的建筑物。 怎么能如此早就已经含苞待放，而且花蕾也非常大呢？应大家的要求，我做了这期短视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对牡丹养护的小经验。看到我的视频，大家或许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我的牡丹是种在花盆里的？牡丹抗寒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地区。 冬天根本不需要保暖，为什么我的牡丹还要给穿上冬装呢？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解答第一个疑惑。其实我的牡丹不是种在花盆里的，我只是用了花盆的上三分之一。根据牡丹的大小不同，我会选用不同 size 的花盆，把上三分之一剪下来。 给牡丹做一个金箍咒，带上这个金箍咒，浇水和施肥的时候就不会导致水肥的流失。现在来帮大家解答第二个疑惑：为什么冬天要给牡丹保暖？种植牡丹的朋友，大家都会知道，牡丹非常漂亮，但是它的花期很短。 一朵漂亮的牡丹盛开的时间也不过三到五日。为了避免牡丹集中时间开花、同时凋落的现象，我将一部分牡丹穿上了冬装，这样用温度来拉开它们开花的距离。这些是穿过冬装的牡丹，已经长了花苞。同一天拍的照片。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是冬天没有采取任何保暖措施的牡丹，仅仅只看到芽点，没有任何叶片和花蕾。采取冬季保暖的措施，可以使牡丹开花的时间提前七到十天。再加上选择一些开花时间不同的牡丹，所以我的牡丹从第一朵开花。 一直到最后一朵凋谢，大约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在给牡丹的套盆里装入树叶前，我在底下的花盆里加了好多自制的有机肥。这种有机堆肥几乎可以给植物提供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第二年的早春，把树叶取掉，大家看这个土非常的肥沃，黑黝黝的。 而且养殖了非常多的蚯蚓，除了秋天施加的堆肥以及树叶，大量的蚯蚓源源不断的在给我的牡丹提供非常丰富的养分，所以我的牡丹不但色泽鲜艳，而且花朵硕大，好多花朵比碗口还大。 今天有关于牡丹养殖的经验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的视频对您的牡丹种植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